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，虎子、秀才啊，我们两个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，白洞、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。喵，就是这样。好重的猫。哎呀，怎样扮成这样？啊，我们的来宾在哪里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。告诉你，在那。喂，火箭队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一个球，这他们不用说不得。我想打他、欸。你怎么这样？你给我上来！你给我上来！你给我上来！帽子，小弟，帽子。我们今天要抽的就是神奇宝贝的一番神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是总共有80抽，然后一抽255。我们今天还是要跟你做一个竞赛。OK， 什么竞赛？就是竞赛，就是看我们安月子跟放火你，就是谁哪一队先抽到就是比较多的大奖。大奖的话就是 A 跟 D， 总共8抽。如果你的数量赢过我们的数量的话，你就可以随便任挑东西带走。我可以随便任挑东西带走。随便任挑。可以把你带走。我已经结婚了。他会买大送小、欸、他一个小孩坏习惯。我不知道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总共有8抽，那我们就看哪一队抽的比较多，这样可以的。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宝可梦，我今天小智一定会征服全部的宝可梦。为什么他中二总是怎么看起来都会那么合理呢？对啊 ，Why？ 那你讲一次，你讲一次。这些宝可梦都是我要征服的宝可梦，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弱智的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一样有首播活动，大家可以猜猜看，我们几。抽总共几抽可以把8仓全部都抽中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倒数10秒，倒数10秒，尴尬了，来喽，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。抽之前先讲吗？我通常这种实抽的经验都不怎么好，搞不好纸的不一样，因为你可能玩的都是电子线上，对对，搞不好实体的运气就很好。因为线上可能几率会篡改嘛，有我不忍了，不要用我的钱来告我，剪掉，先剪掉。好，对，你来选，先选。我先选，对，我先实抽，对，你先实抽。OK， 好，那就1, 2, 5, 6, 10。11, 12，不是你的算术有问题，是减二就是十啊，你就不能好好算数？来，你先。如果第一抽是 A 大赏的话，F 赏，嗨 ，F 赏，运气很好哦。第二抽 ，T 赏，天哪，怎么办呢？完蛋，其实才正常发挥啦，因为毕竟只有8张啊。A 赏。聊聊到几家？聊聊，我再抽一个 A 赏。OK， F 五，一 F 五 ，F 七。紫气东来天之傲，怎么会输 ？F 赏，小智啊，振作！F 赏，没事。好严重！你要被时代淘汰喽，司机。F 赏，我已经闻到胜利的味道。GGF。我抽到一个了，人生的成绩单，各位，失败人生啊！我是时髦版的5张，你是成年姐姐5张，我是成年姐姐5张，耶！神经病啊！所以总共8个，我已经抽出一个了，那这10抽我直接抽出7个就解决了。你想太多了。哎，你知道这个自信跟我当初刚开始抽色尾一样吗？我抓到了4465次183小时，我抓到水波加麦了。你想太多了。第一抽。第一场，哇！第一场，第一抽，第一场，来第二抽 ，F 赏 ，F 赏 ，G 赏 ，F 赏，这个就是 A 赏，这一个就是 A 赏 ，F 赏，再一个 ，E 赏 ，E 赏 ，G 赏 ，G 赏，你告诉到我 ，A 赏 ，E 赏，就靠你了，我觉得他就是配中这一波。加油！哈？哈？为什么啦？必杀！但我并不想把运气花在这啊。天看，然后这支笔还要我剪，100块，一件100块，我又是最低级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哈？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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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我已经没有压力了。我跟你讲，要是抽到这些烂的，就会这样 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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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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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然后这段你就没了。G 啦 ，F 一三一三 ，G F 上，只要再多一张就好，多一张就好。目前比数3-2，我赢了。好的，来到第三棒，肥喵。可以的，我觉得我自信直接反超回来。他刚刚可以十抽里面中三个，我可以十抽里面再中三个，我就留一个给你就好。OK 的。哎，你确定你今天只要来我家拍摄吗？不然还要做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你啊。你要怎么化妆？你想怎么抽？我们先各五抽吗？还是怎样？先各五抽。好，先各五抽。那你先。OK， 我先。OK， 来啦。哎，你闻起来很香哎。Oh my god！ 我很香，天哪！他是不是怪怪的？激情四射！啊，先从第一双，哎，高伟上，橘上，橘上，对，加油！啊 ，F 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你看这个火箭队高阶主管状态，那个高阶主管就这样坐在椅子上都不动，资本主义状态就这样。啊，我来，我希望我这一回合就可以终结他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来啦。不是的，你这边真的好胖哦。局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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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一个字。换都没什么下场。闭嘴啊！哪一队的？F 上，我一次抽五抽吗？等一次。OK， 换你跟我对抽也可以啊。对抽吗？我就对抽不错。来啊，来啊！哎 ，E 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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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局长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C 三，直接3-3胜利！哎，不能输在我这里耶！咚咚隆，谁赢了？C 三！哎，这最后一抽哎，我只能跟你们平手哎，你只能平手啦！哎呀，我觉得我就直接打平，我把希望都注在这张卡里面。信念，信念，信念！啊，绝杀！我们可以上夜，顺便再上来啊！你知道我上来都在憋气吗？每次 cos 都不先讲哎，刚吃了一堆东西。好，现在已经来到了60抽结束，所以猜60以下的朋友们再见喽！再见啦！再见喽！我们没有这么好运的。来 ，OK， 哎 ，A 上 ，G 上 ，F 上 ，F 上，社群小护士加油一点！社群小护士，啪！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还有机会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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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，哎，你是讲天之衰人，什么天之衰人？你一张都没抽到。F 上，一啦一啦一啦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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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F 上，不能！哎，没事，再抽一张，一上，啊，一上，不行，等下我先搓一下，不能是我的，我穿这样还摸头，这样皮卡丘皮卡丘。管是这群小物，你要。你会被告，你会被告哦。OK， 皮卡丘，狙上，狙上，皮卡丘，你就是认真了，我不敢看，这是什么？告诉我。好好选，剩最后三张了，剩三张，我们就可以送放我回家。我已经在家了，我已经在家，什么送放我回家？我已经在家了。哦哦哦哦！啊，一上，哎，二分之一，剩下二分之一，喵喵，我们来最后的 PK 吧。喵喵，我看到了，就这张，一起开吧，一起开，来来哦，来三二一。好，那我们最后的比数呢，是我们火箭队5-3完胜小旭。哇！怎么会输？皮卡丘！算了，这先生不是你的。好的，那我们最后呢，总共是抽了80抽啊！恭喜呢各位，如果你有超过80抽的话，我们把这个放火的波加曼赠送给你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接生小教室啦，雷哥。
好的，欢迎回到 Jason 肖老师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们抽一番赏的是我们这个宝可梦，给你幸福房间收藏。一共有80抽，一抽为255块。预赏的是我们的金属吊饰，我过去的吊饰都是用我们这个软塑胶的方式来呈现，但这次呢，非常有诚意的用我们的金属来呈现。整体的图样我也必须说是非常好看，图面基本上也不是平面的哦，它还有用出分线做出那个立体感，所以整体下来呢，我给这一赏100分。 F 赏方形毛巾一共呢有7款，这次在造型上面呢也有很大突破，就它在下方做了一个小小的花边哦，这看起来女生会非常非常喜欢。图样呢真的也没有马虎，没有用同样的图层这样拉来拉去，然后变成另外一个图，完全没有，每一张都是非常独特的。所以呢这一赏的小赏呢，我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啦。来到我们的一赏盘子，那整体造型就是以一个爱心的形象为主，图样呢就是搭配我的宝可梦，然后里面呢还有一颗小小的爱心的凸起的地方，那整体上没有什么太特别之处啊。好的，第一场呢是我们卡比兽的脚踏垫，整体来讲这个造型呢是非常非常好看，然后因为很大张，所以分量感也很够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它比较属于是观赏性的商品啊，因为它的质量并没有那么好，可能用几下就有一点脏脏或坏掉那种感觉。然后因为它的奖项也是第一场，也算是大赏，所以我觉得整体 CP 值抽到这个的话，我觉得会偏下啦，就没有太好。好的，西赏呢是我们的皮卡丘披肩，我相信呢这次抽这个一番赏呢，很多人是为了这个而来的，因为毕竟就是女生穿上这个皮卡丘披肩就是非常可爱，再加上呢它有内刷嘛，就现在天气冷，就是它还有一点点保暖的作用。但是这个皮卡丘的头做的有点大，如果你的头不是特别大的人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帽子太大，就是它可能会垂下来这样的感觉。但这一场呢，我必须说就是真的太可爱。你想象，就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，女朋友穿上去那个样子多么可爱，赞了，一番赏。好了，这次呢，我会把我们的 B 赏、A 赏和最后一赏呢一起讲，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同样的这个奖项，就是由我们的一只宝可梦搭配一个地垫成型的一个娃娃。那整体我必须说，他们的质感都算不错，选角呢也算是 OK， 就是由我们的皮卡丘、还有我们的波加曼以及我们的这个小火马。那分量感我也觉得非常足够，因为就是很大只，就不像你抽一个 D 赏，你拿个地垫好像不算是大赏，但你拿一个娃娃这样抱着，感觉就是大赏。好的，那我这边做一个总结哈，我觉得这次一番赏呢是可以抽的，觉得这个小赏真的是太棒，整体的造型啊或者细节度都是有的，所以你抽到小赏你不会怕说是拿一些垃圾回家。唯一我就是觉得这个爱心的这个盘子不太行。那大赏呢，我觉得这三只娃娃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地垫就是比较可惜一点，那就不用说我们这个皮卡丘这个披肩完全没问题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画面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啦， Let's go。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次有抽那个礼物给大家。FB 五名 ，YouTube 10名 ，FB 就是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YouTube 呢就是按个喜欢，然后在下方留言这一次的奖项你们最喜欢什么就可以了。然后记得去追踪他的所有平台 ，Twitch 啊、YouTube 还有他的 IG。耶、yeah! ！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开始。在哪里啊？好可怜哦。你看他屁股很翘啊，他很像那个卡通节目，卡通节目里面蜡笔小新啊。他是蜜桃臀。不是你这样子，你绑在外面这样做。我跟他换腰带是可以啊，我 OK。你要不要来啦来啦？不要啦，这个没有办法扣，他这个原本就坏了，所以我没办法扣。不是这个比较宽，比较能打。如果最后这张还是落在他那，你就只能带走一只叫什么？波加曼。波加曼。波加曼。他很娇气哦。可以叫他气了，可以叫他气了。